官方首发烈焰火爵士丸加解毒，可以发射蓝色龙卷。首先抛出属性，属于远程加控制，然后是普通攻击，制作火龙卷向前方造成单体伤害，期间持续对携带的僵尸造成伤害和击退，大招攻击。发射两股相互缠绕的火龙卷，如果有装扮火龙卷会变成蓝色龙卷风，可以说是非常炫酷。两阶增加火龙卷范围一格，三阶再次增加范围一格，四阶种植时有概率触发大招，具体概率多少要等更新后去测试。五阶攻击伤害增加100%，增加可以攻击僵尸的体型，说白了就是可以击退巨人僵尸了，不知道是否可以击退高阶巨人。最后总结，这个火爵感觉也就中规中矩，一到四阶不能击退巨人，五阶能击退了，但是还是单体伤害，比原玩苹果逊多了，完全可以被替代，一阶收藏即可。如果解读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点赞关注一下，谢谢。我们用火爵试玩一下新地图吧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